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十一章：天算六国。老师问他们准备各去何国，两人都说没有想好。白发苍苍的老师笑了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且与你等做个前补。国名先写在这里，有字国名一面乃庞涓所去处，无字一面乃孙膑所去处。 如何？孙膑高兴的笑了。好，老师正好为学生解惑。老师拿出了一个厚厚的魏国老铁钱，那还是魏文侯时期第一次用铁铸钱，也是天下第一次出现的铁钱，现下已经很难见到了。老师很是喜欢这种文侯铁钱，说它厚重光滑，颇有灵性。 用作钱补最为上乘。正在老师闭目沉思，将要掷钱之际，庞涓突然高声道：“老师，弟子愿赴魏国。”哦，也好，发自内心，也是天意了。老师目光一闪，却是散淡的笑容。老师。 弟子以为同室修习，庞涓与师弟当坦诚相见，各显本心，无需添断。也好，孙膑如何？如此，孙膑略微沉吟。弟子回齐国。老师摩挲着掌心的铁钳，眉头一皱，又突然大笑。时也运也。 终是命也，好好好，你等去，好自为之了。本来事情就这样定了，孙膑也没有再多想，更没有想到师兄对自己的殷殷相邀。当时他确实是大为感奋，然则万万没有想到。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原因，竟然使他本来清晰坚实的人生轨迹突然被折断了。可是，纵然现在回想起来，孙膑仍以为那时候的庞涓尚没有害人之心，只是确实对能否留在魏国没有信心，预先留条齐国退路罢了。包括下山前，庞涓突然先行确定去魏国。 阻止了听天由命的钱卜，无非也是私心重了而已。孙膑对师兄这种精明，其实很早就有察觉，只不过始终不放在心上。庞涓师兄出身寒门，父母夭寿而亡，从小被经商的叔父抚养，叔父常年奔波在外，叔母与堂兄弟们歧视他，欺负他。 使他饱受寄人篱下的痛苦与屈辱。师兄六岁那年，有一天吃饭时，小堂弟恶作剧的向他的饭盆里撒了一把土。小庞涓忍无可忍，大嚎一声，将小堂弟猛然一推。小堂弟却恰巧撞在了廊下石柱上，惨叫一声，顿时鲜血满面。叔母闻声赶出一看。 回转身，抄了一把菜刀，疯狂地向小庞涓砍来。庞涓拼命逃跑，叔母发疯追赶，追到一道悬崖边上，小庞涓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呼哧呼哧喘息着，高喊：“再要过来，砍死你！”疯狂的叔母愣怔了一下，虎吼一声，挥舞着菜刀冲了上来。小庞涓眼睛一闭，奋力一推那块年久松动的大石。 只听轰隆隆一声，大石夹泥带土的滚了下去，无巧不巧，恰恰将叔母压翻在地。小庞涓愣愣怔怔地走到叔母面前，凌厉地吼叫着：“叫你欺负！叫你欺负！老天杀你！”捡起掉落在旁边的菜刀，照着叔母连连猛砍一阵，又朝着鲜血淋漓的叔母啐了几口，慌忙逃窜了。 及至老师在深山里发现庞涓，庞涓已经是一个在山林里生活了一年多的小野人，爬高窜低的与鸟兽争食。孙膑还记得，当老师有一天带回那个浑身长毛的大猴子时，那大猴子的目光让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后来，当他知道了师兄这些身世故事后，孙膑内心不禁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。从此。 孙膑没有与庞涓师兄争过任何一件利事，也深深理解了师兄酷烈的功名之心。相比之下，孙膑却是望族出身，七代之前的祖先便是赫赫有名的孙武。那孙氏祖居齐国东阿，后又迁徙真城，本是姜氏老齐国的书吏世家，传到孙武却是酷爱兵士。 利用书立整理典籍的方便，将当时视为盛典的《太公韬略》与《司马穰苴兵法》抄回苦读。那《太公六韬》乃周武王开国统帅、齐国始封国君姜尚所撰，可谓当时最为古老的兵学盛典。那《司马穰苴兵法》则是齐景公时代的名将田穰苴所传，因田穰苴官居司马，所以人称司马穰苴。 这是距离当时最近的一部兵法。孙武经研完两部兵法，请辞书吏之职，到齐国的上将军府做了一名小司马，军旅磨练了整整六年，见识大涨，也领兵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。可就是因为出身低微而不能晋升，一气之下，孙武逃军隐居八年，自己写了《兵法》十三篇。 一经世人传抄天下，声名鹊起。但是孙武总感到自己没有统帅大军的实战功绩，对于一个兵家之士，总觉得大失汉室。为了一仇夙愿，决然南下到了吴国。那时的吴王正是刚刚杀死吴王僚而夺取王位的公子光，时人称为吴王阖闾。这阖闾雄心勃勃。 用人不拘一格，全无贵族门第恶习。先是用著名刺客专诸杀了吴王僚，后又重用了逃离楚国的叛臣伍子胥为上将军。闻听孙武来吴，欣然召见。阖闾申明：“先生十三篇我已经读过了，只是不知道先生乐兵如何？乐兵就是训练军队。大凡真正的名将。” 第一本领就是能够练出一支精兵，而后才是战场本领。不能练兵的将领，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名将的。孙武自然知道这一点。那司马穰苴兵法本来就是着重讲训练士卒的，可是自己的十三篇却很少专门讲训练军兵。倒不是孙武不重视训练，而是认为训练军队只是为将的基础。 他的志向却是更为高远的用兵智慧。大约何驴看十三篇少谈乐兵，便要试试孙武的乐兵之能。孙武自然爽快地答应了。谁知何驴却给孙武出了个难题，要他当场训练女子，而且是宫女嫔妃。当一百八十名宫女嫔妃喜笑颜开地站在孙武面前时， 坐在高台上的阖闾君臣都笑了起来。作为吴王的阖闾，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只是想叫孙武知道，天下也有不能乐之人，不要太过自信而已。而孙武却不这么看，他认为只要乐兵得法，人皆可兵。方才他就明确地回答了吴王阖闾：“可事以妇人。”实际上，谁也没有相信他。 包括那个大名赫赫的伍子胥。孙武将一百八十名宫女分为两队，各令一名吴王宠姬为队长，持戟战于对手，而后，孙武开始了最基本的乐兵交代。你们知道前心、后背与左右手吗？一片莺声燕语，知道也。孙武高声道：“那好。” 我叫向前，你等都要盯住队长的前心；我叫向后，你等都要盯住前面人的后背。向左看左手，向右看右手，明白了没有？又是一片莺声燕语，明白也。于是孙武像在军中一样，两边设置了抚月仪仗与金鼓令旗，又反复教了几遍口令，于是宣布雷响战鼓。 令旗一挥，高喊“向右”，宫女嫔妃们却东倒西歪的笑成了一片，连高台上的阖驴君臣也大笑起来。孙武高声道：“约束不明，身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”便停了下来，又再三讲了几遍口令，然后下令雷动大鼓，“向左”。 令旗劈向左方，谁知宫女嫔妃们又是轰然大笑。孙武肃然正色：“申令纪名而不执法，立世之罪，队长当斩。”当即喝令两边抚乐手绑起两名吴王宠姬，推下斩首。吴王阖闾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令内侍飞马传令。 本王已知将军勒马之能，请莫斩首两位宠姬。本王离开他们，实不甘为也。谁知孙武却正色拱手道：“将在军，军命有所不受。”贺令立即斩首两位宠姬。片刻之间，血淋淋的长发人头捧来，全场都瞪圆了眼睛，宫女嫔妃们惊恐的大气也不敢出。 孙武另换两名年长宫女为队长，大鼓再响，令旗一挥，步伐整齐，中规中矩，毫无差错，直看得全场鸦雀无声。孙武禀报吴王：“乐兵已成，我王请检阅。但有军令，这支女兵可赴水火而不避。”阖闾哭笑不得：“罢了罢了。” 我如何能看？孙武淡然笑道：“素闻吴王有大志，原来却是徒好虚言，不能用其实也。”孙武告辞。阖闾恍然醒悟，连忙站起来，紧赶几步，肃然躬身：“本王错失，敢请先生见谅可也。吴国兵士，尚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 从那时开始，孙武做了吴国统兵大将。可是孙武最辉煌的战绩只有一次，就是千里奇袭楚国，以五六万之众五战五胜，几乎要消灭了楚国。若非阖闾早逝，太子夫差与孙武不和，孙武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功业。夫差即位后，生活恬淡的孙武便隐居了。他本是一个清醒深思。 有极善于总结的高士，临终前给他的后人留下家律：“但凡孙氏后裔建功立业者得止且止，贪功者丧身。”孙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，有着不肯埋没自己，却又明智散淡、适可而止的传统家风。 孙武之后的孙氏族人，其所以没有一个天下闻名的杰出人物，不能说和这样的家族遗风没有关联。正是这种遗风，形成了孙膑谦和恬淡的秉性。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家世，庞涓自然也不知道他是孙武的后裔，只是对他的渊博灵慧常常感到惊讶，常常叹息着说：“如此兵家智慧。” 如何生在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师弟身上，每次都引得孙膑一阵大笑。孙膑感慨师兄的苦难身世，对师兄处处争先的秉性毫不感到别扭，反而是时时事事谦让。因与自己性格相合，也没有显得丝毫做作，倒是与师兄处得特别融洽。久而久之。 便有人说他们师兄弟是刚柔相济，天作之合。奇怪的是，老师却从来没有对他们的友情做过评判，最多只是笑笑而已。现下想来，孙膑对老师的先知，当真感到了不可思议。到了魏国，他们遇到了当时正在为没有名将而苦恼的魏惠王的隆重礼遇。由于出乎预料。 庞涓是非常的惊喜，非常的愤激，整整对孙膑诉说了一个通宵，全部是如何为魏国打天下的宏大谋划，竟没有问一句孙膑在魏国将如何打算。庞涓的口气神态中透露出一个鲜明的消息：报效魏国，庞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魏国的军权是庞涓一个人的，孙膑何等灵慧。 自然是觉察到了这种强烈的潜台词，孙膑记得自己当时笑着说：“师兄，魏国很器重你，我看也用不着到齐国去了。我们还是原来谋划，我回齐国，老家族人还有诸多事等着我也。”庞涓高兴地大笑了一阵：“好，明日到十里长亭，我为师弟饯行。说不定我等日后还要联军作战也。” 孙膑也笑了，那可未必，倒是两国交兵的时候多一些。哎呀，师弟！庞涓恍然正色问：“果真如此，你如何应对？”孙膑坦然道：“那还用说，各有其国，各为其主，私情不扰国事也。”庞涓长长叹息了一声。 是啊，不能两全也。卧在榻上，不再说话了。也许是天意，他们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。第二天清晨，当孙膑已经在收拾简单的行囊时，驿馆外马蹄声急，没想到竟是魏惠王亲自来到，庞涓连忙迎了出去。 魏惠王脚步匆匆，边走边问：“庞涓先生何在？可不能叫他走。”庞涓一怔：“先生，但不知大王所问何人？何人？孙膑呐！”魏惠王哈哈大笑：“我也是方才知道的，孙膑是孙武的七世孙，名门大才也。你这师弟呀，了不得。” 说着，已经匆匆进门，向孙膑深深一躬。魏婴敬贤不周，尚望先生见谅。孙膑愕然，竟忘记了扶住魏惠王。魏王，这，这是何意？魏惠王豁达的笑了。先生啊，这些探视斥候忒,忒笨，本王也是刚刚知晓的，多有怠慢了。 说着，又是深深一躬。孙膑这下连忙扶住道：“魏王，在下正要告辞，不知魏王所说何事？”先生好诙谐也。魏惠王大笑：“先生乃孙武后裔，名门出大才，魏婴如何能放先生？敢请先生回宫，魏婴为先生接风。”孙膑恍然大悟。 不禁生出一丝逆反。他素来不喜欢张扬家事，更不喜欢以祖先名望获得器重。淡淡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启禀魏王，孙膑只是孙氏旁支，不敢妄称孙武后裔。更何况才疏学浅，比我庞涓师兄相差多矣，不敢劳魏王大驾。孙膑要回齐国料理家事去了，就此告辞。” 魏惠王很能转圜，拱手笑道：“先生谦恭礼让，更见高才美德。鬼谷子门生魏婴可是求之不得，哪敢放走？孙膑、庞涓都是本王的嘉宾，先生请。”庞涓一时尴尬难堪的无地自容，突然，他觉得孙膑欺骗了他。 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显赫家世，却偏偏在自己即将被委以重任时泄露家世，使他凭空受到冷落，其心机何其深也！刹那之间，他对贵族子弟的本能憎恶油然而生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但是庞涓死死地咬牙忍住了，他知道这正是自己的又一个悬崖时刻，必须忍耐。 他长长的喘了一口粗气，借着魏惠王的话头，上前挽起孙膑的手，笑道：“师弟，走啊！魏王求贤若渴，师弟如何自居清高，少了礼数？”魏惠王高兴的笑了：“然也，然也，旁清豁达，先生请。” 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十一章《天算六国》就播读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